哇，雨是深深的。干，练盾反的好地方。这么难抓、啊。连顿饭的好所在。没有防，没有盾到，就是被打。不好练。那位大哥是怎样？盾反真的是风险很大，干，提醒个屁！盾反最后一次成功，
没魔了，哇，没持久力了，这么年轻就不够持久啊。太早炖了。盾反其实耗蛮多的那个持久力。他棒赛啊。哦，他强硬货。干你娘，又来了。妈的软体更新一直跳出来，靠北死掉。果然哈维的血超厚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，盾反没反到就是死了。
学习如何炖饭。我靠，你太快了吧！好，我输，我没有照规矩用盾反。盾反真的有点难。哇，这要招好尾真的很难招哎。完了，双手重击超痛。住了啦，干那个脸。歌蛮屌的，跳不开、欸。干！场地不够空旷，卡在那个龙人旁边，太扯了。
要来洗哈维好了。练一下顿饭也不错，太快了。太快。慢慢有一点点感觉。第二轮就输了，练盾反的好所在啊。太快了，太慢。太慢。干，按错。哎呀，没看。
看清楚。这是一场龙的试炼啊。既然都用这个了，那就换别的。不是有龙血大剑吗？这是龙血大剑。白白龙血大剑提起来拢无夹，龙血大剑也算直剑是吗？看一下，奇怪，那他怎么是单手的？对啊，他是单手。去哪？打得不耐烦了，是不是？太快了。哎呀，奇怪，在按什么？那一瞬间就要按，
是一直抓不到了。我一直抓不到，还到那个感觉。我操，这么强！一直抓不到感觉。哦，他在这上面。太快了。怪，怎么抓都抓不到。太快了。太快了。太慢。哇，要他挥下来的那一瞬间。
欸，最后没抓到。欸，最后没抓到。奇怪了。太慢，太慢，太慢。啊。这个很难抓欸。这这么难抓？啊，太慢了，喝到水都没了。去拿那个啊，等一下再拿好了。奇怪，这也没反到。奇怪，明明就同一个地方。这也没反到，哎呀，跑这里就不对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我抓到的时机点还是运气，怎么那么难抓啊？